مسؤولين يحكوا كم مرة قالوا تلك أهل النحوي بكو سوي تني تعيا من المو سكاكو أهلي فكتوا هاي بدن بو هاي 我们紧接着后来 有关于我们上个礼拜 有关潮间带的鱼，那个呀，人脉，海南内，然后个这个说，然后个这个哈拉登里面的，那内，啊，你然后麻烦来，都是给你潮间带的啊，人脉多，啊，我只叫多，然后这个哈拉登好好的，一定要把一呢。 Anak kuku pusuar, rada anak kuku kami ditinggi kita nan, wujudnya di salai lausman, saya ingin anda dapat memberikan beberapa ten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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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在线上的这个老师们，你们都已经预备好有关于这个潮间带的一些藻类啊，还有贝类的东西哈，我们都可以提供出来。还能够不说，这里有听到吗？我会把找回一个困难。 那接下来，那个噶玛达埃，噶玛达埃在那猪楼，猪楼哈，所以呢，这个是最后一个我们提到的有关于有读过啊，是那个经历经历第二好，那如果有的话，请大家再提供。 韩德姑姑说，那韩德今天我跟一个在台东成功的那个一个朋友哈，我在电话中跟他们联络呢，跟他交通过以后呢，我想要了解有关于潮间带的一些植物可以吃的，因为韩德姑那个水母可以吃，是不是？所以呢，阿杰这个过那边。 Tu ini pariarai sarigaka, suemu kei tsu ma? Ma, nuku suemu. Dia so suemu si fufur, fufur, kan hai? Fufur, fufur, ha? Fufur, fufur. Oh, kamu pina fufur? H O H O D fufur, fufur. H O H O D fufur. Fufur. H fufur fufur. F 啦 F. F 哈 F. 对 fufur F U F U F O F O D fufur. Fufur. 对。水母可以吃吗？ 姐妹，水母可以吃吗？妹妹来，你点开。水母就是海蜇皮啊。水母它有分有毒跟无毒，所以可以吃的那个是没有毒的，它是有点白色的。可是你稍微用水煮这样滚，它就肉质就变小了，可以加蛋。 哦，如果你单单用那个水煮这样子，也没什么味道了，就咸咸的。哦，哎，除了水母，不是有毒的吗？除了水母，有啊，
有毒的。那个内助什么意思？啊，拜你好，法师。拜你好，法师。好，老师。哎，我啦不播了，喊的那哈，啊，厉害过了，不播了。我啦不播了，好有那个，我爱喊的，软软的，长长的须了。都懂我爱你啦，闽南语。也让那也我爱好虚虚的了，虚很。咪嘎啦都当造。啊，曼萨皮卡拉斯你好，碰到你的皮肤，王二少，长得古王二，啊喏，米当我伊里尔，嘛，嘛呀喏，沃沃拉好，啊喏，马特宾，加沃沃伊，嘛呀古王二努米达，乌鲁马好，伊拉加卡卡亚哎呀。啊，蛮行，虚蛮努米到帮助，我爱呀，你们家，米呀米咖啡一滴人，咖啡餐一滴人伊，拉里乌尼说好，但阿塞是也卡伊拉伊滴人，努米说，啥长个长个滴人，刚刚，我马蒂拉。我啦，马干那也好，也有颜色呢。果呀，大部分是好像紫色、蓝色，那个都很恐怖。呀，瓜扎那也好，啊喏，一点后面还在嘛，就是抓那个疫苗的时候，通常会捞到，就是用那个沙皮在沙方喊了两家沙皮在。你在推的时候捞起来，你本来是抓那个疫苗，结果呢，抓到很多水母啊，水母啊，果然啊，呀，刮下来啊，水母好，完了很假，我爱你啦，就是那个须把它弄掉以后呢，它是透明的，啊，那刚刚很好，根本就没有那个肉了。所以我们提来好以提来喊我们来古门有的好了西门大安也是很好吃的。所以刚刚有讲海蜇皮它就是海蜇皮的那个来源古门那哦沃沃兰还说人的沃沃兰古兰兰看看那个阿伯呢阿伯好，谢谢汪老师。很好的题目，因为我知道我还是第一次听过，所以你是第一次的。原来可以吃，有一天我能够到海内什么地方的时候，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尝试看看。好的，好的。我买别人不讲的了。哎，你有电话进来，等一下。OK， 小东。好好好，还有了吗？有了多少？听到吗？好。还有然后个罗马好，我们可以一起来参考你们有关于这个海域的藻类，啊，那个阿米等于吉丹兰，然后好连麦老师。Thank you.
Cuma sendirah aku yang ngangangi tanah ni nama suatu nanti akhir ngangangi tanah ni. Hai tak ya? Kau yang harus men. Tak jauh pun nak kau. Ya nak ngangangi tanah ni ini cila. Matu cakap tak ini hau. Ada tak ada ke zuu ngangangi tanah ni? Tengok tak aku cakap apa?哦，好，请回应一下，连麦老师还是那个阿列克老师？嗨，嗯，你记得要刚刚你谈的那好，马杜这个，这说了好，你记得要翻译。还在什么？哎，连麦，你点开，好，你点开你的麦克风，好。你老师说了，你说你今天采的。马不弗里亚是干咩？马穿那裤干咩？比起裤啦。今晚我拿海过来的木，你就传给我，然后传给苏姐。伊拉干咩个？那都叫啥个发烧？伊拉干咩？马不弗里亚说。Ema cakap wahana kami. Mati wahana. Mati wahana ta. Ira kuya kakaya ay tusa kami. Pasal murung kura mitang-tang ta. Kakuhawan untiap kan. Ya sakit fasar. Sakit fasar hangkura. Upicis. Upicis.苏雪，你可以传给老师吗？我下午传给你的那个海草，就是蛔虫。蛔虫。我罗马古人那么的沙罗松，我也古人乌里萨。乌里萨。乌里萨，我给吃菜，我也吃菜，好嘛的呀！我也古人吃菜，我也蛮那个古东。Ira itu sahaja mihai, ucapai urisam. Tapi ini rahau, ya ukakutung akura kamelung. Ya kamelung ay ukakutung. Saya ukakutung mati ya ukakutung kuranan. Sapa camur kuratu salung asung. Urisam. Ya makang alfu kami. Urisam. Nah, aku. Bukotin, purisam. Bukotin. Susan, 你可以传给那个王老师看吗？他可以查得出来他这个中文吗？为什么？Iraya kamu ya, kakak hatiku papa kan? Ya, kan tahu aku rumus mah? Kamu lem sama nenek ada? Wahai taiku lah.刚刚提到的一个 resum 我们给了 resum 还能卖 resum 还能卖我也是海带的海藻类吗？还是海带的一种？哎，苏姐，你看，对，你后一下那个好，连妹，你看一下，我们刚刚你认识连妹，你在吗？Uma kuninan, umarungusang kunim, mahapin ang iso.
姐妹。好，姐妹。我们你的牧师桂林老师，你知道这个海草吗？古灵二零，妈，你有在现场吗？妈，啊，对呀、啊，还在呀、啊，对。对，老师，王老师，你知道这个吗？我今天跟米小兰的连麦，读啥歌？我整个连那个呢？不是刚苏醒刚那个，不是棕色那个，棕色的。那个一坨那个，你再点一下。对对，王老师，你看一下，我你、对呀，我你打了龙哎，我整个，我刚拿手嘛，刚刚弄的呀。它有两种啊。看起来像狗毛。啊，狗毛。狗毛，放的很好做，是吗？有一种海菜，它是叫狗毛。对啊，放的很好做。看起来像是。我的黑板板在喊的呢，必须给你。哎，麻了麻痹那意思哦。啊，我爱麻了。怎么麻了？啊，等一下，有，等一下，苏贤再点一下。林妹，你看一下我的呢，你的马鞭当中。我爱马让你捐，我大了。要不你给你说老师要马掉三龙啊送给你。恩恩爱爱又不一样啊。你做个啥子发烧？我什么？我也过出来给你烧个妈妈，我给你。我再来。嗨。白色的那个。嗨。前面那两个。哎，也没啥新的。呀，没得穿。没有，你没有传给我，好。哎。那不是猛海的哦，没关系，那你先下线好了，连妹，你先下线。你看，哎，我你我们哪家在好搞，还比人好，然后呢？连妹老师如果有在上线的时候，我们再请他来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解释，或者是告诉我们这些是什么样的东西，我们可以请教他。好，好，伊拉古鲁玛好，伊拉古沙鲁，海菜丝，海菜。海带是，那啥路，海菜是，海带是，你拼一下，海菜是啥呢？你拼一下，沙路，沙路是 S 吗？沙路。沙路，哦，好，有看到了，嗯，沙路，哦，沙路，这个还有啥？新燕老师，吴曼图里面，那种如果病。有点像海带丝啊，一条一条的海带丝，
对，一条一条的。啊，海带丝，哦，它是海带丝，哦，它名称叫海带丝。杂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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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我们常常吃的那种海带面，海带面是不是啊？慢了，一条一条的。好，我念，把它尽量收。啊，对啊，就像这种黑色的。一条一条的，海边很常见。只是它很少，它的吃法很少拿来吃。它的吃法怎么吃？就是通常那种海潮间大家都是加酱油跟蒜头里面吃的。哦，是这样的。或者是煮汤啊。跟那个福丁、蟾蜍鱼，它的采集方式是怎么采集的？我们还在试试。它的采集方式，它是这样子的哦，它是等退潮的时候，因为在海花莲那个，它退潮会退很远，是，然后等它退潮的时候，你就要赶快过去去采。在石头上面的、哦、也是用双手这样把的吗？用双手把的吗？还是要用一些工具？要不要需要？哦，用手就可以把起来。哦哦哦，还是要戴手套，戴手套，戴手套的话比较不好。怕手套的话是怕割到。嗯，对它的生长的，季节都大部分都是在比较冷的时间或者是热带的时候，通常这个时候就有了。哦，也就是在热带的时候。对，这时候就有了。哦，所以它的大致上它的吃法也就是酱油辣椒蒜头。哦，沾一沾就可以吃了，也可以煮汤。哦，好，好，谢谢信燕老师的分享哈。我呢，沙漏了，谈了那个海带丝，沙漏了，谈了一道方丈。谢谢信燕老师。啊，你在好古鲁吗？好。你好，库鲁玛。哎，我听听看，还有，刚刚讲到一个叫什么？亚历山，还有那个，李山，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啊？李山，还有那个，因为还没有做一些讲解哈，我希望能够有一些，知道这个李山的。国语怎么说？翁老师，你知道这个李善吗？翁老师在线上吗？哦，安娜那个信息好。
Te hai ko mikana na ko to lingos nuriar. Kira mi ha mafukir tu ngangan. Mapawan tu ako. Halapin tu miria suli tu riar. Hai wata asu usu nien cai cai tu kata iriar mapawan tu. Hai mahan tu. Hai. Mati ni sana. Hinal nu kay to tini inya mati nang tu kira. Matu asu. Ay sisi wong lo sana. Ano ila ko ko kapanaan ano rengus ano nu riar hawi. Nanay ma pa ini minita. Aw hani u sa kapanaan nu telus u wawa sa nu minita. Atu situ也就是学生现在也是让我们这些一般的不没有靠海的人能够更认识海边的这些植物哈。哎，然后哥，哎，或者是贝类也可以哈，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参考这样的分享，这一类的这个有在潮间带的，马里根老师，是，你看那个左下角那个什么真茂水母，是不是阿美族可以吃的水母啊？海米那个有毒，他那个是世界第三大毒。哦，真茂水母，因为我被蛰过了。你好，对，那个有毒。我该你要去海边玩，它的毒性就跟眼镜蛇差不多。那时候我看诊的时候去挂急诊，因为就是要打破伤风嘛。他有那个海洋活菌嘛，我拎的多古拉那能古拉古拉里啊。就像刚刚那个汪老师讲的，伊拉古瓦爱你啦。嗯。那时候咖啡在滴来伊个玛雅瓜，然后我又二度灼伤，我就拿很烫的石头来烫那个火锅。我不知道它是有毒的，是蓝色的。对，我就拿那个很烫的石头去把西班牙国米吃的，是那还把带上来一个，结果再一个把带给了咖啡在底下一翻饿死，然后第二天就很肿，然后就挂急诊，然后医生跟我讲说他那个毒性很强，差不多就跟眼镜蛇的毒性一样。对。妈妈，大吉拉真的很痒，痒到你受不了，你会一直抓这个阿拉夸夫的恩，我也传给凯明。嗯嗯嗯，对。我那水母嘛，对了，它是有，我在想是不是它有那个扎针的那种，它的脚是不是针的？可能这别讲给啦，因为我们看新闻是说是在澎湖，怎么会漂流到我们这边的那个太平洋？他也要生存呢、啊。哦，对，就是这个，这个就是我的手。我爱你了，乌拉那古米卡拉泰。哦，我爱你了，乌拉米拉卡泰，米卡拉泰。我一卡贝山，乌拉米卡贝多耶奇。嗯嗯嗯。乌卡巴里塔查伊卡阿拉卡亚，西班努海胡伊塔提隆安奥，玛亚图。Makara tito nira. Asa na kapalita kuwa yung kapan sa pika pitura. Fufur hananay. Una fufur. Ano ito ni mi film to ano mami damay to hawi. Ma araw numita hay ko pit ano mi kalat kira kita nan. Awa maapinang chifu langsang ko kaya nila kunatunan kaya哦，它是透明的嘛，所以我们看不到它，它可以碰得到我们。
其实老人家知道，因为你的水面都是泡泡，那边那一面都是水母。哦，对，就它就会在那个有泡泡的地方，哎，什么？嗯，我们就不懂啊，反正就是去玩水。阿迪拉在卡拉登，谁知道那里很多泡泡的，就等于很多那个阿廖夫夫。哎呀呀！通常潜水都会穿潜水衣啊，不容易被遮到。哦，那个是傍晚了，太热了，就是利用傍晚的时候就下去海边才三分钟而已。啊，那种水母很少有人会去抓了，就跟那个海胆一样，海胆也有分很多种，不会拿那个魔鬼海胆拿来吃啊。是，通常都是拿比较不会有毒的海胆。嗯，跟那个水母一样。刚他讲的魔鬼海胆是它的刺很长，大概牙过回呀你了，吃吧你了。怎么讲？魔鬼海胆。我有问老人家，他有名字，但是想不出来。哦，魔鬼海胆。他有方法的这个说法是吗？有，他有名字，但是老人家想不出来。好的，那我们来了吗？咖喱巴纳，咖喱巴纳，咖喱巴纳，就像剑嘛。咖喱巴纳，细细长长的。嗯，它可以吃啊，但是要小心啦、啊。但是它不好吃。不好吃。我关机了。它是骨干的。嗯嗯嗯。骨肉骨质感的，骨肉。干的好很细，感觉呀，那米质感的。哦，所以那种是比较毒。刚刚是咖喱巴纳爱，就咖喱巴纳，毒爱咖喱巴纳。咖喱巴纳，哎，魔鬼。就出来干嘛？啥？巴纳只拉吞克吞哈尼拉古拉斯卡尼拉。是，你咖啡直接来方式的。tapi tika mahai. Ayah, orang wadah nak kira. Wadah kak ada raku, hayak ni raku, cucuk ni raku. Hmm. 有没有 afloat 这个字啊？有。哎，你听看看 ，afloat 在哪里？你肯定，你这里是阿布隆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查那个海胆。哦，是海胆的吗？好的。阿瑞，我们打阿布隆，现在好一点了，一卡拉。阿布隆。阿布隆。石凤，哇，忘记了。哎，记得伊人蛮不多。啊，忘不然呢？可是。伊拉鲁马努费克鲁，大概提拉伊巴布塔尔山。哦。伊拉鲁马努。叶凤。叶凤记得。嗯。这个阿努玛米阿拉提拉那呢？kira ikarat ni ni tepi man ni ni cara t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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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n tuk tuk ni su tak kasih apa dera tak cek pereng kiwat han semua kok kiwatin kira
麦吉瓦蒂什么把它都去了，你要完整的挖出来呀、啊。还、啊、还有，对，一个很难拿出来，因为它在石缝里面的时候，所以他们很厉害呀、啊，先把那个。镜子挖出来、哦、瞬间你把捞盘通常魔鬼海胆很少会去拿，因为它太危险，它一次到你就要送医院了、嗯哦、那跟刚才那个有那个有毒的那个海那个水母一样的那个、对差不多，所以那种老人家都会直接说要拿，都是拿那种短短海，那叫马粪海胆、嗯嗯。短短的刺那一种，这种长的刺不会去拿。嗯，对，一般都不会拿长刺的。对，然后这种的也很难吃，没有味道，马粪比较有味道，嗯、肉也比较多。好，谢谢，好，今天老师哦。的分享，就是这个刺比较长的这个海胆呢，它的肉也不好吃，也比较少，所以短一点的刺的海胆哦，就是这个现在这个图面上的，它所以它的肉也比较丰富。这个没有阿美有，吴敏，哎，那个阿烈。阿力克老师，青燕老师，麻烦那个正在现在图面上的，我们然后呢？你说那个图面？你说那个马粪吗？不是，刚刚哎，你先看那个。我们真饼叫搞发袋，搞发袋很困难。哎，你那在图面上这个照片，对，马粪。马粪，马粪，早饭，慢路呀。搞法带汉有没有拼错？挡住了那个字。搞法带，搞法带，我拼错了，那个 L 用D。哦、马粪叫搞发袋，你们成功的那个马粪，那个搞发袋喊我打算搞发袋，搞发袋。我呀，还有叫咩号？也以帮助也啊，我唔叫咩号，在 B R 我谈到也卡拉带难，干嘛忙古，跑路都来了，路蛮矮。嗯，其我但是马不能一点马来是过来了。哦，在别了都没得来，无聊的人才会去拿了。我马尼高，那马尼高也马了，马蒂亚什么？跟着都，在别了，我听到多了，多了伊拉罗马伊诺呀。Ufang ay nukarat hai. Nah, kaya raw-raw siya na, caga kimul-mul siya na. Milulu to ufang nora, ya, nora pekloh. So, kang-kang na, Kai Ming Lao Si, yung ito pin, yung ito tayo hongse de na, na ito yung ma-fun de, ma-fun ang kira. Kao-fad na,
macam mana kita pilih mula tahu apa ni kan? Tanya老师你那个你那个刚刚那个台展你再放出来看看。奶粉，所以它的肉质比较多。阿旺是统称，紫海胆。通称，通称。色的紫，紫海胆。嗯。通常我们吃的那个阿旺是紫海胆。macam mana macam mana kita pilih ni lah, hai tan tu nih ke, tu nih ke yang tu tu yang, tu tu kan kan, kan ni, ni tu 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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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 tu kan，颜色很鲜艳的，老人家都说不要去拿，所以我们都没去拿，我们都拿这种马粪海胆。所以我也想要了解一下，马粪海胆是不是图片这个？图片这个？对啊，就是肉很多，它比较煮对对对，煮汤的时候也很有味道。嗯，好的是，有的会直接敲一个洞，然后加蛋进去烤。一种新的吃法。通常都在比较多石头的地方吗？有海胆。花莲跟台中哪一个地方会比较多？从那个从和平岛到台东都有啊，一带都有。都有啊，可是现在都被拿完了。五月的时候就，六月的时候就被拿完了。是谁拿的？啊，不是我。阿美族。很多了。那个托王遗传啊，哎呀，托王遗传也会吗？会啊，他们会一直拉着啊，把那些。比较浅的地方都会被那个拖网渔船捞走啊，所以最后都是在那个港口那边很多了，那个卖那个海胆的啊，就像那个宜兰那边的那个什么，大溪渔港啊，或是什么渔港那边，就很多很多那个卖海胆的。大大小小、啊、有的人好像是买来以后拿去养啊，还可以养吗？他已经，他不就是已经，很少，对啊，因为他们买去不知道干嘛，要喂什么？喂猪不可能啊。对啊，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再改造嘛，抓起来比较小，然后拿去那个什么养球孔的啦，往那个地方养啊，养大，应该是这样。阿格诺，哎，所以他就把这些海胆送到那个养殖这个有孔的。然后呢，有孔就会吃它们的，还是海胆吃？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哎呀，有一种潜水的哦，像我们那种，我们潜水有时候会去拿一颗海胆，然后到海里面打破它，然后就会有鱼过来吃的，然后这时候我们就会直接插那个鱼，也是一种猎捕的技巧。海胆。嗯嗯嗯。
这个海底，海底也是要靠智慧。对呀、啊。嗯。好的。如果在这个海菜类的部分，如果没有的话，还有看阿弥陀佛咕噜，那贝类的东西，贝类的哈，也可以提供出来哈。因为上次我们提供的贝类也不是很多，那阿弥陀佛咕噜各方的安达号，可以提出来。谢谢。嗨。你伊拉克巴托努马克。好，谢谢。我呀，阿旺。那个后梦啊，那那念海参，软体的哈、哦，后梦啊，那瓦工 ，H O M O N G， 海参呐、啊，哦，海参，对，有没有四号？嗯，小海参，对对，海参，哎，这个。这个在古古欧梦，欧梦很多种，但是那格瓦纳那个就是欧梦可以吃的欧梦哈，我们封冰的小小一条条，它不是很长了。哎，哦，欧梦哈果然，但是有的地方很长很粗。我有一次到那个基隆的海上哈、哦，它下面也有软的，可是粗咖啡色的，有一点咖啡色，那个我都不敢拿啊。哦，那个应该也是生，它是属于海蜇皮，海蜇皮，它会不会是属于海蜇皮的一种？有没有人知道？那红梦，这个是努法公阿说的，阿努丁尼阿沙瓦里红梦喊的那样。阿瑞，阿就红梦喊的阿沙瓦里，好啦，也咁样哎，咁咪棒啊！哎，红梦，乌卡克热子莫棒啊，乌卡克热子。你摸它，它会喷你。你再念一遍，连麦嘎什么？嘎克热子。K A K E R E C。嘎克热子。啊，你来公安，嘎克热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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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一，也行。啊，到了哈，但是画面比较慢。喂，这个是有吃菜还有煮饭的。煮饭的。煮饭的，我们还没吃西米，我煮饭的。也没说了，那么好呢，他被射死了，那么。哦，煮饭了，煮饭了，煮饭了，哦。凯明老师这边你再记录一下，煮饭了 ，T O F A L， 煮饭了。它也是海参的一种。海。那个，因为煮饭的好，反正什么蛋什么，你先海什么？海。哎呀，我做酸土哎，俺们们爱么是什么？我煮饭的，几分土了几少？我肉麻苦，可可热死，皮子苦了呢。Rumah aku tu fakir betul, kan hanya langut-langut dan enjoy kan? Oh, jadi dia, kakirat atau tu far? Iya, tu
Tupar. Hai Tupar. T-O-F-A-L. Tupar. 好，谢谢，谢谢林念老师。啊，伊拉好古罗曼诺，这个你好，你刚刚那个叫格格勒产的那五十三夫人姑娘好。嘛，还这艰难呢，这个格十三夫人，艰难的艰。好辛苦。啊啊，对呀，好梦啊，那那，蛮值得过好梦啊，就格格勒好。哎，蛮值得，蛮值得。Iraku kata Iraku no i tap tap tanah naik kami putera puruhan. Okay.红梦是格格勒茨比较硬的，哦，比较硬的，它的皮比较硬，对，吃起来会比较硬。它也是海参类的，对，对对对，这样。我呀，红梦古拉呀，时常看到的古拉呀，呀红梦格格勒茨的那，不是当当是个蛮好，不谁在那，按照加拿大哦，啊，你必须先煮了。哦。我们过来做饭还能来。三轮没事，但这样还能打工来了。嗯，我打个人，三轮没事的。没事，你说这样还能说嘛？第二古墓，第二古墓可能。嗯，好，谢谢。谢谢林念老师还有金星老师的分享。然后古罗曼诺穆达维吉尼海鲜带的这个我很多三五这一类的都可以提出来哈，这个搞翻了。啊，然后萨巴多拉哥。好。呀，张宇苏利达。也是潮间带的东西。还有后章鱼苏利达。苏利达。章鱼。好苏利达。那是日语吗？不是日语吗？那个苏利达。翻成乌贼呢。日语是他口。啊，苏利达，乌贼，对，把章鱼哎，苏利达，章鱼，章鱼哈，乌贼，我们才朝近代没有乌贼，就是那个章鱼，苏利达，它也是在朝近代会有。要不然的话，通常哈，它都是，它跑得慢的话，都在潮间带。通常退潮的话，它是跟着海跑到深的地方。如果有人那个射鱼哈，通常在那个岩石石头缝会抓到大的章鱼。哦，小章鱼可能跑得慢，都在潮间带。可是那个一定要用拿那个铁长长的铁了，上钩钩铁钩对。哦，两边一个是尖的，一边是有钩的，你可以钩那个章鱼，然后尖的地方可以刺它的身体，是这样。哦。啊，苏里达阿奶奶。Jika pernah anak ku ira tu animu ku mu disuri cahaya ku alapit tapi na ke pai ke de ha zu na ke zhe ge zu ya chi de yang zi ha ran hou ne ta men yong jia de alapit de ra ma na ha de ku ta zhua de na yang zhua ye shi ok
他只要走，哦、因为甘么冷过啦，章鱼会活、啊。对。啊、哦。我的抓的方式就不同了，因为那里我有看过人家拿那个马达拉去在给他做，很长，然后它有一点带尖尖的这样，它就困难的没法做给他。阿拉比今天的巴沙拉克高过，完了就做开始嘛，我的婆就是让他不要跑就对了。哦，好、哦，吃到以后呢，你再、然后勾住拉出来。我拉苏里达很耐好，乌鲁玛，我萨巴图乌拉够好，我拉。螃蟹类，螃蟹。哎。你提来以沙滩以大富大富干好。哎。那个会挖洞米，麻烦那米卡卡罗都崩，米粒嘛。哎，慢慢来。哎，乌嘎啦嘎啦，喊两句嘛，提来就是，它跑得很快，嘎啦嘎啦，努嘛多阿塞，那个好抓到的话，出去。那个炒起来也是很香，那个要用炒的，或是在海边用烤的。咕啦咕啦咕啦，很难呢。那个是螃蟹类。哦，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就是叫贝德亚，白底，白底蟹。哎，对，白色的，白色的，还它的腹部是白色的。生吃加酱油就 OK 了，那个可以生吃啊。那应该不是在沙滩吧？那是在礁石吧？那个跑很快的那个北北亚。哎，对，它的石头上就有了。对，啊，请问一下那个，我刚刚讲那个在沙滩呐、啊，它也会在海浪那边哈、哦。哦，那个是不是像那个浪花虾？你咕啦咕啦咕啦，他们说。嘎啦嘎啦山，他就在沙滩会挖那个洞，哦，不是挖那个沙滩，他就躲在里面。嗯，不是浪花蟹、哦、啊，这不浪花蟹啊、哦，招潮蟹啊，招潮蟹，哈哈，名称很多，不是，他的身体有全身是有一点白色哦，白色的，哎，在沙滩，不是肚子白的，可。壳对它的壳有一点白哈，哦，很会跑，好奇怪，老不是我不容易跑抓到啊。别这样，忽然，啊，我嘎啦嘎啦，这个图面的没有，这个图面没有。啊，青叶老师刚刚那个，我请问一下，说那个别这样，别这样，慢路呀。跟你说了，你汪老师跟你好，一打不打不干，过来，再给提了一浪花，哦，打不打不干，过来。对，他很小只吗？啊啊，我呀，也别提啊，还在也，但你往宁丰街呢，别提啊，过来，一卡拉带过来呢。哎，卡拉带过来。啊，我们古浪花我们过来救救啊！我们过浪花蟹，哦，嘎啦嘎啦，也是叫嘎啦嘎啦。哎，马少来吃给你，吃米阿拉地方多，吃给你。阿弟嗨，伊拉伊巴拉巴桑，这开上米铺米铺苏里米呀。来当沙。伊提拉提拉伊斯皮巴拉巴斯，麻烦阿玛里克伦，乌嘎啦嘎啦嘎啦。Saya kupeti aku lah. Saya kupai pisin, umana pai pisin. Ada tera, pai pisin irutuk, pai pisin. Pai pisin, pai pisin. Pai pisin, aku lah, pai pisin. Meyo, ne, zai na ke, in na ke pisang yi gang, ne, papa, ta ye yo man, ta ye. M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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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对呀、啊，白天。我们也是叫它嘎啦嘎啦，就是跑得很快、啊。哦。那就跟那个、就是、花蟹，这个就是浪花蟹，手掌这个。乌巴古浪花蟹。一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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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宝宝，这个才是浪花蟹。跟蛤浪长得不一样的。对，乌巴古浪的浪花蟹。这个爹爹的名字，我外公的帮子好。你是哪个国籍的？爹爹。刚才是翻成浪花蟹吗？现在还没有弄清楚，那搞了搞了。刚刚那个纪燕老师也是讲说是爹爹啊。爹爹啊，很像那个白浪的声音呢，白底的意思啊。对啊，对对啊，所以我觉得说，嘎啷有嘎啷的啦，因为我们喜欢，哎，没有了，这个靠海岸的吼、哦、比较清楚，知道这些、就是、对，那就叫北北啊、嗯。螃蟹也有分很多种，有一种在海边上那种脚很长的那种不能吃。还有身上， okay. 身上有。等一下我们来，等一下我们再请那个连妹老师哦，来分享那个 QQ 是什么，然后，好，我们把它分清楚一点。咱们海边那么大，呀，嘎啦嘎啦，那个别的呀，别 QQ， 我们什么那个 QQ 什么的，海边那么大，那后面好，这个时间刚好8:06超过，我们休息。十分钟，你们能好给他，你啥啥啥啥正好给他。然后呢，下一节课我们一起再共同来分享。嗯，好的啦。喂，可以的吗？啊，对了。哎呦，好，我们开始下一个阶段。那个我讲一下我的浮潜的师父教我的，然后抓那个章鱼的时候啊，抓章鱼的时候啊，然后你做了没给就干嘛呢，那个就一定来然后慢慢的呀，然后如果看到很多螃蟹的壳啊或是贝类的壳，那个章鱼就在附近啊，你看那尼拉古拉螃蟹，他会抓螃蟹跟那个贝类啊，所以我们在浮潜的时候，我们就从上面一直看，要抓那个就知道那个章鱼的位置大概在哪里，这样就在那个亚尼甘南的螃蟹啊，或是那贝类的壳啊都。就那个附近就可以找到他，哎呀，哦，报告完毕。谢谢观众老师，在海底还有有关于这个要抓这个鼠尾大的时候，先有这样的一个观察，才能够抓得到鼠尾大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琴琪，我只知道一种螃蟹。哦。嘎咪。毛蟹。咩？哈伊。毛蟹。我只知道这种的螃蟹。我们花莲没有海边那么多螃蟹。这个嘎咪。毛蟹。它是。嘎咪。淡水。对，请问一下，它是淡水还是海水？淡水的。哦，淡水的。哦，对、啊。对。啊，三次乡那边很多了。那个。哪里？你在？在李登辉的故乡啊，那边有一个、哦、有一条小河哈、哦。嗯。
那克拉瓦南都有毛的螃蟹，哈哈，对不对？那个好好吃呢。对。它好像有时候会产卵，不知道是什么季节。嗯，知道呢。所以我刚刚我也提出了一个，有的现在的孩子，然后在高分那，说的，我把一面都给你们给他烧。Kami Israel itu dah yang mereka kau kau tahu di mana dia. Dia bukan dia di dalam air atau di laut. Jadi kalau kami bahas di nang, juga orang di online ada beberapa orang tentang mao xie. Mao xie lah. Bukan da pang xie. Mao xie. Mao xie. Mao xie. Dia di dalam air.不是那个台北那个淡水，淡水，三芝乡的啦，三芝乡那边很多，只要干净的水它就会出现的。对对对对，有感念，你们都帮赞，感念，哎，感念。Hai, dengan aku kita u sinsi. Umang kunye, mana hano bangsa kunye nan? Ya, apa nanto? Mau sih, kami. Kunye? Mau sih. Mee, aku sekarang mahu de ini, ini apa benda? Mau sih, kami lah. Jangan kau, kau aku de tu mian. Nali? Umang kunye.看我，海螺，蒙古了，海螺，海螺，这个海螺，这个叫海螺吗？对啊，这不是台湾的吗？那台湾的海螺啊，这个台湾哪？海螺的一种。哦，海螺的一种，外国人帮查啊，今做了过年。伊拉都既然马包完都，哎呀，小时候只会吃呀。李老师，李老师，你那搞不难弄，那么巴沙瓦里，你那带都都巴里尔。我那那我平日带很念。哦，蛮狠。我平日带很念嘛，学习带，忙于比赛。哎，忙于比赛。啊，你看我那那卡萨都妈妈。哦。哦，冰雨在哪里？哎，把多尔卡古亚冰雨带哈奶奶，有小的，有小的，这个呀，马扎都古忙雨天了，长有一点长了、哦，哎，那个螺小小的，嗯，这个很大、啊，这个深海的呢，嗯，它。他还会再长大吧？我还怎样？可能我们小，我们在红滨哈还没有那么大的，还有潮间带哈，呀，海螺很多种啊，一个，那钓鳗鱼一带都比鱼一带是等于是，阿个勒，这个我，一带还有少。哦，嘎啦呱唧，你来嗨啦！哎，嘎啦，嘎啦，嘎啦，有一点麻麻呢。对，麻麻的，好啦。麻麻，我们叫辣辣。Ritam, Ritam, Ritam. Hai, Ritam, Ritam, Hangura. Ritam. Une, une, Ritam, Han. Hai, Ma.麻辣叫 Ritam， 麻麻的叫 Ritam。Ritam 麻。我们那边好像讲大啖大麦这样，就有一点，大啖大麦这样。这部落的说法都不一样哈，麻麻的。
哎，我再请教一下，这个是什么？应该是雷蛋还是雷蛋？Mahanu gunu iti na isawali kira. Cai kaseng ulu uhaya ukamir uruma uleku masalah gitu. Xin xin, 问一下他什么时候产卵？阿瓜金拉米几匹？吉娃娃，嗨，吉娃娃。哦。伊拉个康啊，伊拉个咪亚吉啦。亚吉。孩子吉娃娃今儿都来要黄色的，好，秋天呢、哦？哦，哎，来，妈，就是刚刚那个老师拿的那个螺，麻麻的 ，ritam， 麻麻 ，ritam。刚刚老师手上的那一个，嗯 ，OK， 它吃起来会 ritam， 还是 no， 比你会带，麻韩国，搞不起来介绍，要搞不起来，干恁马蒂拉，都多麻麻 ritam。嗯，哦，刚刚那个，苏贤老师讲的那个，对，不是，你蛋，你蛋是说麻麻的意思，麻麻，麻麻的意思，嗯，可是这个不是，它的名称叫冰牛一蛋，冰牛一蛋，冰牛一。明月，歪嘴啊 ，P I N G I， 对 ，P I N G I W I T A N， P I N G I W I T A N。所以让它的这个海螺，它的名字叫冰牛一蛋，然后那个刚刚老师他们说，它的肉质吃了会蛋就是麻麻的，吃起来会麻麻的，麻麻辣辣的，还林美老师，哎。Ya lekuk, lekuk sana. Lekuk, aku kuting, kuyak ni aku, kuke ni aku kuting. Cakap mati aku mau sih, cakap macam. Ukurun kuting macam kafe se, usakarat ni aku kangang. Umian aku. Bukan masa karang ai cira. Oh, karang. Karang kura. Uleko. Karang. Apa bani maku caciau nu rumah. Ini am usawali uleko ani. Oh. Taka. Uda leko ana nai hawi. Nai cira i papa
nunanum food tengah sa itinerary nu itine i tan sui de ma hai tan sui ta aru ai aru ai hai alu itine i kabinan sawari au sai katara papas kutreku itira ira nu Masaman ku tiri masaman ku yang ni lah, tiri ni lah. Kekaya ku kaya ni lah. Tapi so hancang mah. Tapi so hancang mah ku na leku. Cai kamu tu. Oh, bổ sung. Kamu tu. Hao. Bổ sung hao. Hao. Hao 老师好。呀，嘎米产的奶哈，它的比较扁。毛拉黑提拉伊泥巴的地方过来，嘎米产的奶。嗯。泥巴哈，还有有池塘的地方。哦，这个嘎米，它有一个特征就是有毛了。毛比较多的，我敢没看过嘛，对啦。呀，这个很难奈好，有啦多，以阿鲁阿鲁安好。你不动它哈，它就蹲在那边呐。哦，它就蹲在那边，你要抓它，不要被它的鳌，它的暗骨啦，嘛哈，萨卡拉尼啦。它的跟那个鳌很大，哦，哎，对，然后它的壳哈、哦、比较硬，亚萨卡拉尼亚更比较大更硬，所以我们煮的时候呀毛蟹给咪，它的脚给咪，根哈尼达都可以吃了，可是呀得过哈、哦。它的鳌你还要呵呵比较硬哦，哎，好、哦，谢谢那个为什么叫得过哈？它就是静静的在那边，你不动它，它就静静的。哈哈，原来有典故的，你好，得过啊？有，没得过，没得过，没得过，哎，得过什么啊？哎，还记得很多。字库字典那个字库袖手旁观嘛，对啦，也是过啊那奶。毛蟹的话，那个泥沼那边呐、啊，也都有。还有刚刚讲下游没有错，我格格人安好，格乌拉丹，马自达斯都过阿路，那个毛蟹就被冲到那个河口一带了。萨米达拉古马达阿塞伊迪拉伊出不出不安山，这个有它的道理、啊，冲到下游了。那时候是梅雨季节啊，搞了那只要有洪水的话，哦，所以那个呀毛蟹神还好，格格人安都说啊阿的海都古卡米山古马达阿塞是我有听过古马那杂交。嗯，不错，这个擀面跟泥固，它本身也就是淡水，淡水也是河流下来的，然后所以呢，麻烦那么多阿塞，如果个人安多好诶，那么其他多好诶，麻不只顾么多阿塞，其他嘛里头诶，其他伊个努米个达拉都瓦兰其他。好，谢谢汪老师。嗨，本座的好家公，好。本座的好家公好，今仔日带来个古里参观好，阿里海好古法奈米扎斯勒好，伊蒂尼尼罗尼巴阿尼峰好，乌亚海丹哈纳奈伊分三种呐，这个只在有阿旺哈纳奈好，阿旺黑色长刺没有毒。这个都是以五发来哈那来哈是短刺，有的是白色，有的是浅褐色，好、哦，里姆鲁埃比较圆啦，好、嗯哦、短刺的，这个都是以
达利班奈和那奈号比较特别黑，比较长，骨也刺一啦。阿罗嘛也那么革命的好，格东山那家也家达利班奈也也这也这个伊拉好，伊拉伊伊人农民哒。啊，拉拉爱嘛是我我嘛多阿些把格番那好，阿个比阿拉多阿滴来好，嘛这革命来啊，拉拉爱山那有毒啦。好古啦，所以嘛，阿塞都那阿旺阿里海地尼海岸线呐，一定要把安尼封阿里海一栋，所以我们那个部落呢是这样称呼的。什么来个诺国兵在个方那个噶古哦，海胆喊念好啊，旺喊念古啦，但是有分呐。我在那个我们的通讯通话中的信息有特别写啊。跟大家做分享，阿赖。好，谢谢阿赖，慧敏老师哈。刚刚他分享到一个阿旺，分三种哈。阿旺就是有点黑黑的那种的哈。阿赖是有点黏黏的，但是。不要，但是阿赖很耐好，对了，伊拉罗曼努那侬，它是青蓝色的个颜色，你啦，所以。Ano misalang bisa mahapi nang i nanom ta de ci chang chang xi xi de. Ao, wea i ban de miao du de ya bo ding ai ge mi, ke shi wo men na chu lai yi hou shi zhong she de, ta bi jiao duan. Qi shi ta liang ge dou ci dao dou shi hen tong la. Da ya ta li ban nai han nai geng tong wu li la. Qi shi ta li ci shi you dao ci de.所以当你刺到你的手上的时候，你不要去揉它啊，之后你赶快用针把它挑出来，那有倒刺你一压哈，一直往里面钻，哎，之后它就麻烦了。它什么时候才会出来？麻烦了，都进烂号就出脓，就跟着脓会出去，否则都很危险，跟你的血管在一起就更危险了。现在过来，带你搬了很来。危险了。嗯，刚刚讲到，我刚刚说李金星老师，他说那个针扎进去到里面的时候，你不要用手一直推它。可是老人家讲说，嘎啦他咪嘎啦巴沙巴山。哎。对，或者是这丢喊你说明这丢，你不要用手去推，要不然他就跟着那个血管进去。所以老人家讲说，直接用咬的这样子。哦因为它是倒插的，对不对，老师？李金星老师，哎，它有倒，它倒的。对。那刚忙后，米责任米不多多，阿罗曼奈有搞不，还米阿拉阿拉尼都米阿拉有搞不，这米阿拉哦，嘛都嘛比拉还诺搞不，米阿拉巴蒂来，米巴加纳山后米风水主啊，米风那个巴加纳山十二里嘛，啥米责任米。Takut jam ifungan no kaput awang dia ho hatirai ku pi kiati ami cerem tu awang. Tapi dengar kau kau Yi Lao Shi Hao, ni hari ni kita cakap tentang macam mana. Anu tadi panai atau ya panai hanya ni ni hari ni Yi Lao Shi, ayo awang, ini tiga jenis, dia cuci, dia akan.有这样的毒性，但是就是原来丹尼班奈比较严重，对对对对对对对，要发奈喊的奈，我一般就是搞发奈喊的，给他简称的发奈喊的，给他搞发奈喊哦，大赛，因为马欧巴给他，它的颜色有白有红有黑的或杂色的，就搞发奈喊发奈喊，要给他把你。Bali ngata tu pangangan tu lah, ngangan ni lah. Kasi ipan di pasal wali hao, bijak saw lah, kuli lah. Ocita zai pungfu kan do lah, pungfu. Hai, liai pungfu. Dini pasal wali, awak ku maara ku hatira ai, tira-tira sasai, ci talulungai ku nano, mi awang ku kaput dia hao. Alihai, itong he hai an lai.哦嗨，我的表哥常常阿里海爱古纳阿旺好，所以我们才特别讲说，尤其是那个短
短刺的哈，特别多啊。要放在管里让养活多吗？要生很多哦，嗯、因为他拿常常拿出去卖啊。哦。所以整个可能他的领域哈，包括东河乡不是只有新昌啊，啊，包括杜兰可能要问啦，因为我们常常看到表哥有马达麦了吧的呢，马斯蒂盖吉啦。啊我啊我。是男人会做的。阿瓦伊米阿拉古就在遐长滨这一边呐，我们的另外比较少了，可是不是嘛？闽东马拉我不知道了。那我钓个咪，我个忙后咪，个不都啊咪阿旺在比阿拉都哈提来，哈提阿瓦伊马阿拉古哈提来钓。嗯嗯，好，伊个不讲马阿拉那么好，呀，说给说看了那好。嗯。哎，因为我爸爸是。在那个新昌跟龙昌还有靠近都兰那个海域哈，他一定有他的领域啦，所以那个地方常常吃到 Lucky Look 哈那奈。刚才有一个照片哈，很像啊，褐色的。啊，那金马人都要，巴拉人都妈妈啊，金哪家，它会变色，紫色的很漂亮，很好吃，会很软，古兰兰，哦。我的贡献就这样了，这是啊，另外刚才讲的那个苏里达号，因为那个马拉罗加瓦马瓜号米苏里达，因为它比较靠近深海，所以那个苏里达的头哈，可以像它的那个拳头一样大。个丁哈尼拉伊呀伊慢过来，手臂塔拉罗马奥米耶和米代和伊盖曼努拉瓦马瓜到那个背。所以我看到那个章鱼哈，因为它是用鱼枪哈，我用鱼枪咪把个大马都拿章鱼枪，把金海把金啊你啦，所以我就认为说那么大的哈，一定是它有足够的那个深度哈去游泳，而且它会比较靠近乌鸦温锥啊，哦，它要有遮蔽的地方啦，所以。我对男人哈、啊、在跟海搏斗这件事情啊，哎，真的是很佩服啊！深海，我啊，你还有我把这么单罗马过好，很多颜色呢。但是呀，我只记得那个有线条的哈 ，fizzy 啊，你看有几种哈、啊，他们特别好吃，有名称啦、啊。可是现在真的不太记得古拉福丁，我刚刚罗拉福丁啊，啊，你还有。哦，所以这个也是很可惜，哎、嗯嗯，所以可能还是要，啊喏，把个把是这个，那他妈的来好，可能哈，把能能跟古马多阿塞乌曼古尼汉可能是这样会比较好啦。如果有机会回去的话，可能会用图鉴，啊，哎，上一次那个我们副主委说会给图鉴嘛哈，那个是在哪里？进巴菲恩古吉吗？有吗？后来有给吗？礼拜三。好好好，还是哎，阿罗伊拉好。如果有那个图鉴，嗯，看看看透过谁哈赖一下，好，我们也跟他要看看能不能一起帮忙，因为可能有一些鱼种啦，或是海采集的这些，可能我们是要看图鉴来对应阿美族的话，可能有的区块像刚才好也还单家。你说长滨那边可能没有、哈，有一些是没有的，可能在别的部落哈，那个海域刚刚好有，或许是这样。但是那个都是我们阿美族很珍贵的那个文化语汇啦。萨古玛古阿米亚，啊，槟榔榔，哈那萨古玛古阿来，阿来，慧玲老师，慧玲老师，请问一下，那个罗基寿是也是海胆的意思吗？是海。藻类啊，它是海草类，海草类。藻类。嗯，我上一次还有提到那个什么，有一种海藻类哈，它的叶子比较宽哈，是鱼在吃呢。所以我上一次有提到说，阿罗米米阿罗米把筋骨反正给好，如果知道那个鱼是在那个海藻的周边移动的游动的话呢？那个鱼呢，带回家之后，比利基哈巴扎，没拿来的米呀米当当，不会把那个丁拉一拿掉，是一起吃的。那个海藻是什么？是比较宽一点，我什么来过了，我也是不晓得，我只会吃啦，
只会吃，不知道那个海藻的名称呢。我们安都搞古洞，古布丁，搞古洞哦，对，搞古洞，曼谷那个搞古洞，搞古洞太不是那个，你说框框那个不是，是笔记吗？我们古乌夫斯基乌亚，我们那。它可以大到手掌，差不多男性的手掌，再大一点哦。忙过来，不晓得。有海草哦。上面大部分是个马多阿塞蒂亚，咁样好。巴加阿拉都飞机咁样好。阿乌拉布丁，再就黑暗的米蒂鲁奈亚库拉。哦，但是阿那米祝福，阿诺萨安伊提拉伊里尔伊好安萨好，杜卡汉尼拉亚提奈勒干哈勒古曼。Kira ikura pecuki anenai. Pecuki angulanan. Hai. Oh, hai, sangat enak oh. Hai, na sangat enak. Mana itu rengus nuria? Hai, ya rengus man hangkungan ni lah ka. Wah, kekahade hanya so hakeno. Bicik ma? Si bicik ma? Bicik ma? Hai, keno. 因为我不知道，很像是哦，我第二部笔记那个过，笔记是不是框框一点点，对，绕绕的，哎，绕绕，哎，绕绕过来的笔记上面，也是到了那个鱼的那个肚子，不是很滑滑，不是很大，哎，滑滑，是不是滑滑的？会哦，会滑滑，因为本来任何一种那个，尤其是海带类的哈，对，它本来就是会，你煮烂一点都会。滑滑黏黏，它有胶质啊。应该就是那个，苏雪，你可以重新那个李金信老师确认一下。我比较想给他，那种海类，那个海藻比较大片的叶子是吗？没有很大片，到鱼的肚子里面不是很大片了、啊，但是比它也不是细长的，有一点点。小块不会很快了，因为它要吃到肚子里面，到底是很短的时间吃哈，它应该还没有消化了。嗯，是，你等上个没等爱给了附近，在家里进来安人嘛？啊，这可能给了那在家里进来安。这个。刚刚有提到一个，阿旺的部分，我回到阿旺，阿旺跟那个巴奈还有达利巴奈，那个三种，一般来讲都是可以吃，是吗？那哪一类的阿旺是比较好吃的？比如有放炸啊，大姑妈你。刚刚有三阿罗拉，每一个区域它所产的是哪一些比较多，那个地方就会抓什么东西的阿旺。所以都不一样啊。我觉得那个呀，阿旺一般我们比较多啦。哦，所以我们那个地方我比较会常吃的就是一般那个阿旺，就棕色的嘛，哦、棕色的阿旺。它也是黑色呢。对。但是它有没有？拿上来是烤了以后会棕色，烤了以后会棕色啦。刚出来的时候，我顶爱吼，啊那个要发呆哈那那哈，这个我们比较少，可能它是不是更深我不知道呢。我小的时候比较常吃到是阿旺。要发呆哈奶奶哈，因为它是比较大，然后比较圆哈，所以这个吃起来的感觉好像没有啊旺那么啊塞，还是习惯吃了。对，它这个三种都可以生吃，可以生吃，除了旺啊都发呆，生。多了，好，王老师，请说。哎，我普通的嘛，海胆呢，阿旺很好。我的阿旺很呢，我嘛干呢。我的在干呀，干呀，爱过这个。
明古迪人很小，嘎嘎呀，它的颜色很漂亮。我在嘎达特维特维呢，我们迪拉爱，我马索尔特以后呢，我卡里巴纳爱山，还有卡里巴纳爱啊，在嘎嘎我们迪拉爱，它的颜色很漂亮，刺长长的、细细的。果然在嘎嘎，那阿兰说阿外瓜子。没有肉了。哦，呀，高发谈的那好，在个阿弟还马说对你李进信嘛的，伊拉都，既然没在个阿弟还嘛的，我啦，阿弟还也好，乌呀阿王哈努尼姆，呀马干奈，乌呀阿王，都很难，就是烤哈。有俩用烤的，啊喏，嘛把那个当当恩，古马提拉，哎，那个鸡王慧玲刚刚这样分类哈，我看我回去再问老人。好，谢谢，谢谢。它很多种嘛，但是我们平常吃的哈，就是在水中黑黑的啦，你煮了以后它是咖啡，或是你烤的时候它是变成咖啡，有一点红色那种的，很好吃。马哥比那能好，安诺干你搞多几好，啥个好哈那奈？安诺干你搞多好，安诺在个阿弟还个咪实体干好，马当当爱多，个个好哈那奈多。啊，小林哥哥，算你王慧玲，那阿娃爱古米斯基湾哈，啥过好哈，我过好多就好了，算。还小林哥，呀，我补充一下好呀，龙虾，那还叫龙虾个？龙虾，我刚刚还有看到。欧浪，啊，欧浪，还欧浪哈。因为刚刚那个王处长提到那个煮汤什么好，以前马克宾是指那个什么长痱子吗？还是什么麻疹？长痱子啊，麻疹，对，麻疹就是拿那个龙虾的壳哈煮汤，给那个有那个麻疹的人喝。哦，会退烧，啊，那个麻疹也会退，哦，这个有药效的功能，龙虾的壳，龙虾壳去煮汤了，是，好，谢谢汪老师哈的分享，龙虾原来它还是有它的这个药效功能，龙虾的壳了，嗯。啊，鲁克宾啊，是安娜是龙虾壳。好，哎，米里在，我在请客。呀，米里在，好，一起来呀，米里在，大家咪呀，萨基法萨啦，哈那奈，伊来同我把个米里在呀，忙啊，阿尼啦。你等于后面的你连麦老师呢？没什么呢，小梅姐，后面。Era ma pa pavle aku ciari, kami ma pavle aku macuan. Aku mau kau ngani lah. Usaki fasar hanen. Hai ma, itu aku ngangan amis. Pakan aku awa masalah aku fasar nera, usaki fasar sanya matu asai. Ayah, marasa waktu kira kurang ngangan ni lah. 老师，那个图片我有传给那个书写。哦。对。Masalah aku, masalah anak sakit pasal aku pengangan. Cuci tu jam cuci tu. Tang ya tang ni lah, panano mahaniso. Yo tenjeng tak masalah pasal. Hai, apa nak aku tura? Orang angan ni lah han satu, justru cuci satu pengangan. Di pasal. Hai, hai tu, macam jam cuci ini sangat baik.对呀，啥个发烧了？哎，都，那也来看看你来哈去啊？啊，跟侬，李老师，应该也来啥个过嘛？
Taiwan. Hai. Hai, neneng hari ini. Uman kinian. Man aku ni. Macuka-cuka ai kena ayah ni lah. Marau tu. Kita cakap semua. Kau fang tama. Kau fang tama. Oh, 我靠近了哈。他有一点讲这样的。哦，我干嘛要说？哎呀，干嘛要过？哦，我们国内，它是属于螺类海螺了，但是它的身体都是有点刺刺的，这个爱，我们国嘛挺爱。Maarau itu uman ku nga ngerti aku tu. Usah pak diri sini, hai. Otoko amat amin kiasa. Koan. Maka engkau. Oh. Ya. Yeah. Nantara kami riar. Kan hau dan lupi. Hai, kenal. Marau yang minta betul hal yang ni. Oh, awak hari mahal aku mesti ada cecak ayah cakku. Oh ya. Hai. Tiba tiba Hualien, Hualien Hai Bin. Hai cecak cakku raya ni lah. Kerja. Hai. Awak yang mahal. Ingin sih, lebih sen di dia dah hai ba. Kita, kita, kita. 潮间带的吗？这个潮间带就有了，是吗？那叫什么？对，麦古力有看到啊，潮间带就有了。你靠近你的身体，应该它不是很大的，我以为是那个大的，很小嘛。对呀、啊，它的肉麻麻的了，这个肉麻麻的、哦，这个是已经放很久了吧？它是原本是黑色的吧？还有一点带黑色的，对，没有错。对，它是黑色的。哦，所以它的肉也可以吃吗？可以啊。肉也是麻麻的，也淡。哦，所以这个都可以拿来吃嘛，好新鲜。Lepasan kuraku, ufung to kuranan, uman kuno amis pangang tunamu i. Fung lo. Hai. Mana? Pangangan hantuk tuno amis. Fung lo. Fung lo. Mana nama yang bicaki uranan sen?好，谢谢各位老师，今天晚上的这样的一个马里克老师，等一下，马里克老师，等一下，刚刚那个一开始那个阿力克他提供的那个图片，现在有名字的，你看大家这个怎么命名，你看一下。好 ，Lisam 连麦 ，Lisam 是什么 ？Sabimangu Lisam，Lisam， 一只啊 ，Orisam。这个是葡萄打的啦 ，Risam， 还 Risam， 应该怎么按？应该是啊，哎，果然呢，啥按着果然呢，打不着木兰子，算得 ，Risam， 哦 ，Risam， Risam， R 吗？还是 L？ 对不对 ？R，Rio，Rio。
Recent 是那个 R 的，有中文吗？你来工作，后来说中了 Recent 啊。我做到了。把我接了。好累哦。没有，但是还早累没有错啊，但是没有啊，没有那个国语的国字不知道怎么讲的。还有没有？在启发上啊，李纳林，哦，叶子比较大的李纳林，不是，这些都没有名字，都是海藻类的哈。这好像紫菜，对，没有紫菜，紫菜对。通称海菜吧，没有靠海的都不知道了。哎，之前有记录，有。嗯，我们再把这个资料找出来了，那个凯尼老师。好的，那我们的时间也到了哈，好，我大力之过，你当了没大，好嘞，还能够给到我，再来啊，谢谢，还能包容，还能外国还今年啊，办那，你做阿啥的，阿在个办那，过一过，过多少次没大，那还能。Ilah, kamu sinsi, mungkin ini pariarai.